我是85号九毛，系啊，我中文名叫罗启聪。我中文名叫姜涛，英文名叫……我冇英文名啊。真系唔紧要啦。我系99号。其实你有英文名啊？但系佢哋话我唔好听。哦，得，好啲啊。依家好翻啲，好翻啲，比以前应该今次的表演会有翻啲。可能喺边一方面都冇话特别大嘅专长，系我觉得好有信心的。所以其实可能有啲组员可能唱歌唔得，但系跳舞好得。可能我两 part 都好平均，所以喺呢两 part 上面冇太凸显到即系一个好优势嘅地方，所以都学紧。但系有啲网友好似都几拜你喎。知唔知啲網友啲反應？嚇！好多謝你哋，係咯。今晚，哎呀！我笑。我本身讀 sport coach， 運動教練。我知唔知？真係好唔知。所以我阿 Sir 叫我轉，因為阿 Sir 叫我轉科。阿 Sir 都叫你轉科。係啊，所以都轉咩？係咯，叫你轉咩科？冇想好喎，不過依家我覺得偶像教練，我想轉做 artist， 係 ，OK， 好有堅定眼神望住嗰邊嗰一次，望住邊個？望邊？望住鏡頭啊！邊度都得嘅，係啊，俾個心就得噶啦。先講咩？你想做啲乜？你想做啲乜？我想做 artist， 好白痴喎講呢個。